Oh my god, Elaine, is that you? Oh my god! I'm so happy to see you. Yes, me too. How can you speak English? Oh, I've learned some English a bit. Oh, so nice. Oh, you look so good. Look at him. Wow, is that your dog? Yes. So cute. Johnny. Johnny. Yes. Hello, Johnny. He's a good boy. Yeah. How's it going? Good, very good. And you?注意注意注意！我要告诉你个巨大的消息。什么厉害消息啊？除了答应过嘉欣，其他事儿能不能等我醒了再说呀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见到陈嘉欣了。什么？哎，我说你要不要开个扬声器在发个朋友圈啊？对对对，太激动太激动！不是，你说你说我绝不喊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自信大方，神采奕奕的。重点是。 他现在变得非常迷人，完全不像一个失婚少妇。最气人的是，你知道吗？他跟这个涤纶卷在匈牙利逍遥自在，而且我敢肯定，这3年的时间，涤纶都陪在他身边。嗯嗯嗯，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你的心情了。我要是突然碰见前任出现在我面前，而且变得更开心、更加充满诱惑力，我也会切到想捶墙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诱惑这个词，它根本不适合陈嘉欣。 虽然现在我看的眼确实把眼睛移不开，怎么听你的语气，你好像挺生气的呀？你气什么？啊，气涤纶一直陪着他，还是气这些年陈嘉欣没有你一样过得好好的？不是，谁说我生气了？得了吧，男人碰见前任都一个样子，死要面子小心眼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说我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说，你要是需要一点时间理清楚呢，我可以给你改航班、订酒店。 不用，我已经把工作安排好了。你把我所有的行程往后推，然后那边的会议记录全部标好发给我，我在这边处理公事。行，但是我提醒你啊，3年前你嘉欣还有安娜已经互相折磨过一回了。要是这次你还有什么不甘心的，我劝你最好好好想想怎么跟安娜交代，因为她毕竟也为了你受了伤嘛，而且这些年都老老实实待在你身边，想跟你重新开始，你也不希望3年前的悲剧重新再演一次吧，对吧？ Would you like to marry the gentleman in front of you, to love him and be loyal to him? Yes, I do.
我很好奇，你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吗？还是就像这个面具一样，只是你的伪装？ 陈嘉欣，你真的变了很多，没有我你过得很好，甚至过得更好了。看来你已经放下了过去的一切，那我呢？ 我现在又是什么心情？羡慕、嫉妒、后悔，我是不是就应该演好一个大方的前夫，离你远远的？ 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先向你道个歉。